What? Because we miss you. I know you miss me. Papa is going back. Don't worry, okay? 参加大陆实境秀，吴尊跟爸爸们出海捕鱼去。不过就在这时候，女儿奈奈却哭着打电话来。But wait for Papa to go back, okay? Papa, 极力安抚女儿，却哭不停，就是要爸爸现在回来。看得出来，吴尊心急，还是尽力安抚女儿的情绪。爸，现在坐船回去了，然后我会到港口。呀，爸爸，爸爸有抓到鱼，爸爸拿鱼给你好不好？爸爸 will bring the fish for you, OK？ 啊，那个时候心情真的是，哎，无能为力，你知道吗？事后吴尊在微博po照片，说电话里听到 Nene 和 Max 的哭声真的很愧疚，承诺就代表信任。因为参加爸爸去哪儿，吴尊宝贝女儿人气超高，之前还唱主题曲秀 rap。 我的老爸穿着紧帅帅，谁说的？被老妈练，现在是像个样。